们国家产业的发展的确是从像单纯的代工开始做，然后逐渐的到自己能够设计，从 OEM 到 ODM 也走了很长的路，但是终究是要品牌，品牌能成功，它其实是利润的最大的一块。我听说很多大的代工厂，其实虽然是数以百万、千亿、几千万计，但是可能只有2-3%的净利而已。但是品牌假如能够经营得当，它不但是比较能有序发展，所以假如有自己的品牌，当然建立起来要更花心血。那不是只有在硬体上你能达到很好的水准，在软体上也很重要，信用、信用，还有售后的服务，还有价格要合理。那这个就是软硬体的这个表现。像我们台湾现在也算是很好的品牌啊，你看最近就在这2-3天，就会是历史上国外观光客破500万，大概应该这几天就第500万名国外的观光客到台湾来。这个表明什么？表明台湾是有魅力的国家啊！除了山川壮丽以外，一定也是风景宜人以外，也民众也很热情，而且在文化素质上颇有可观之处，那这样才会近月而远来啊！在明年建国100年的时候，就会有101个国家给我们中华民国免签证或者落地签证，这也代表我们国家的能力跟品质受大家的肯定。所以免签证又代表我们国家的品质够了，就是台湾的品牌够好。明年建国100周年，我们国家重大的庆典，我们不但举办世界设计大会，邀请世界第一流的设计的专家到台湾来共襄盛举，来这里发光发亮。我们还要评选100个在各业界最杰出的品牌，建国100年庆典筹备委员会希望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让全国这个品牌啊成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实力，将来假如用品牌到全世界去，将来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以作为台湾人为荣，这就是好的品牌。所以我希望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珍惜已经有的品牌，然后还要开创更多更亮丽更能够长远像大江长河一样能够永续发展的品牌，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祝大家健康愉快，谢谢。